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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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，再见 ，Cluck。OK， 我们现在玩这款游戏叫做《尸体派对》，是的，它有在 PSP 上面跟 PC 上面都有。噔噔，需要好，都有那个就是他们的作品。然后我最喜欢的是他的就是漫画，他的漫画有好多种版本，我最喜欢的是第一种版本。我的 Skype 叫了一声，我把它调掉。等一下，我明明调成忙碌，可是他却还是会叫。他。想红，OK， 我们不要理他。没错，我们今天玩的这款游戏叫做《尸体派对》對，然后废话不用多说，开始吧。科科，噔噔噔噔 ，Chapter One， 从生开始。听说他的故事蛮有趣。噔噔噔噔，要看序幕吗？要看吗？要。真的吗？哦，他的音效好酷哦。喵喵喵，咚咚咚，你好烦。OK， 你看得到荧幕吗？看到，哎呦，哦，慢行 ，IE 慢 ，Google 快。OK， 你知道他在讲什么？看得懂啊，我当然看得懂。他说 IE 慢 ，Google 快。你在讲什么？火狐还不错。那什么？那这句人？这个是火狐还不错啊，刚好第三句。哦哦哦，他抖了一下。火狐有火会抖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哦。那你？一共三米。如果是漫画的剧情的话，就是刚开始他们应该是在讲鬼故事，对。然后他们也说我很想尿尿。哦，嘘嘘。快念啊！我不会念了，要学他念吗？对，没错。那位女老师从宿舍的楼梯上摔竹失失足摔了下来，摔竹啊，失足摔下来死掉了。那位老师所就职的天神小学校。就是天神小学的意思。Yes. 虽然在几年后已经废校了，那片拆毁的旧校后的空地上，即使到了现在重建好这所如月学园，就是如月国中还是高中之类的，现在每到了这个时候，那位老师就会在校舍内四处徘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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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要七点一过，是早上七点了，晚上七点，他不知道上课上班吗？那老师就会出现，校舍内必定会停电且变得漆黑一片，乌骂骂，口骂骂，口的，敲门声后，门就滴开启了，还留在学校里吗？快回去了吧！哦哦，我的叫声哎，他怎么用我的叫声？哇！哦哦哦！哎，这主角还不错，跟漫画长得有点不太像。亚尼那你哦，只是打雷哦，笑笑。なんかすごい声だしてね。なんかすごいですね。半年以后在讲什么？笑你お前だ。お前だ。みんなして笑うなよ。别取笑我啊！呵呵呵呵，小屁孩，真搞笑。他们好像是高中生的样子。这雷打的真是时候啊！因为每次都是君最害怕的时候啊，所以怪谈才说的有价值，我很喜欢的。不美。委員長が階段マニアなんて。班长是个。どうかと思う。所以这是班长，不美是班长，是个怪谈狂热者的，本身就很不对劲。是一子，刚才某个男生发出的叫声也不对劲呢。老实说，是一子在漫画里面比较好看，为什么比较正？为什么到游戏里面就变这样？讨厌呢，我还蛮喜欢是一子。哎、欸，他学他，这就像你学我一样。为什么荧幕少一半？你这家伙！嗨嗨嗨！别闹了，别闹了！加奶奶，加奶奶！差不多是时候该继续收拾了。要不要真的留到七点？要不真的要留到七点以后？嗯，打钟了。话说学校这么晚还会有钟声吗？
我们学校到九点都还有，你们学校到我们的学校，到底是谁的学校？我们的学校到九点都还有动物森呢、啊，已经过了，都已经七点钟了，雨还七点都没有停过。因为日本比较早休息，他们课都很早下。凡、哥，要用伞的话，我把备用的伞借给你也可以哦。在漫画里面，这个不会念的名字，这个女的跟这个男的，好像就是这个他们两个好像互相对，就是的关系。是吗？谢谢。あれ？あれ？あれ？何？停电か？停电了吗？就跟七点一样。假的吧？哦，传说中的叩叩声。你为什么？哦，打雷了！是谁啊？都这个时间了。请进，当自己家。有人伫咧啵？点点点。停下来了。喂，你们去开门看看吧。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行了，站不起来。起來我也很害怕。什么跟什么？我可以动了。可以讲话吗？别，我比你，我比你更害怕。拜托你了哦。糟。把那个蜡烛吹熄。我昨天在直播吹蜡烛，你把那个蜡烛吹熄。不会吧？难道那个怪谈不是真的？点点点点点，去不要去不要去！巴豆巴豆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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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一下，我发现日本的游戏很爱抖哎，到底是我错觉还是？我的粉丝团大头贴可以改了，まだ残ってるの。そろそろ帰る準備しなさい。そろそろ。そろそろ。そろそろ。妈咪，我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光忙碌还会有人咪我呢？他不给我关忙碌。你可以把它关掉吗？对啊，我把 Skype 关掉好了。登出。早点大家都看到我 Skype 的账号你是白痴，早就该回去了。OK， 骗你的，你开心的样子呢？怎么会这样？收拾好了吗？是他的 CG 图吗？我觉得，他为什么变这样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是他的吉利老师的 CG 图是白色的。哈哈，啊哈，哦，所以是他们老师在闹他了。哦，哼哼，吓一跳吧。刚才那个怪谈就在刚开始，刚才就在讨论对吧？这个时机也太巧了吧，杰老师。血户老师也知道这个怪谈吗？他叫血户杰一，天神小学的故事对吧？当然知道了，因为我可是这所如月学校的 OG， 就是 OG 哦，哪一辈？对哦，那是我学生时代的七大不可思议呢。真怀念了，这么停过，这么过时的停电，这么适合的，这么适时的停电，倒是吓，好难念哦，都吓我一跳啊！对了，君啊，真的吗？是，有个可爱的客人来了哦，进来吧，小妹妹，嘿，失礼了，邮箱就是那个他妹妹，邮箱，どうしたんだお前？你怎么来了？お兄ちゃん。君が傘を忘れているからって、わざわざ届けに来てくれたのよ。乖妹妹，拿伞来的。是这样啊，谢谢了，邮箱。嘿什么？这小孩子初中部的，国中部初次见面，哥哥一直以来受大家照顾了，点头行礼，好可爱。真不知道为什么，居然有这么可爱的妹妹，居然有这么可爱的妹妹。哈哈哈，抱歉了，邮箱，看来还要再花点时间。是吗？没事了，那邮箱也来帮忙吧。是吗？谢谢了。よし、じゃあ助っ人が二人増えたことだし。よし。さっさと文化祭の片付けやっちゃおうか。OK， 好的，是的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方法。はい、じゃあみんなお疲れ様でした。老师 ，CD 头是白色。明日からの連休、無茶しすぎないようにね。要小心安全哦。文化天分店天根啊。哦，天根店。并且都没有帮忙收拾，非常了不起。咖啡牛奶，这
这不是食堂的东西吗 ？Coffee milk 还是温的呢？这次就要泡了。那一次放了试一次。谢谢老叔，非常感谢，不客气。耶，谢谢，好，谢谢你，安安。林本同学刚才的致辞很棒哦，去到那边的学校也要打起精神来呢。是。小林不在的话，这里就变成寂寞起来了。这边的故事就是在说小林啊，他要转学，然后对，要波波了。然后小林的男朋友就是森凡，森凡森林。对，林本同学的话，一定很快就会交到朋友了啊。是说搬家其实也不是很远，寒假的时候大家一起去玩吧。赞成赞成 ，Yes。我也可以去吗？我可以去吗？各位，谢谢你们。哥哥，那个姐姐要转学了吗？是啊，今天的文化祭是最后一次回学校了，很寂寞的样子呢，是吗？这样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师父老师，我有个请求。在离别之前做一次可以吗？幸福的。你在笑什么？我说幸福的信子，对，幸福的信子，很好笑。这是一个仪式，这是什么？又是奇怪的纸娃娃。哼，虽然这只是刊登在网络上的咒语，但是这个咒语成功的话，在这里的全员可以永远不分离，一辈子做好朋友哦。咒语，没错，这时候他们就是要玩一个游戏，就是大家念一个咒语，然后之后就是大家就是可以永远不分开这样。蛮恐怖的，真的他没办法，所以大家就要来试。大家没有意见？行啊，都可以。了解咒语，真的没办法呢。OK， 所以大家来咒语。好好好的，好的，好好的。那么拜托你了呢，是不美。那么大家绕着幸福的娃娃，杏子的娃娃绕成一圈。杏子拜托你了，在心中默念九遍，念错了也没关系，但绝对不要重复哦。如果念诵的次数比别人多或是少的话，这样是会失败的。OK， 邪教。それじゃあ行くよ。みんなも唱えてね。それじゃあ行くよ。タチコさんお願いします。タチコさんお願いします。九回だよ。九次哦。准备开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六。乱念一通，就是有这种人搞破坏，所以才会失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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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好好地念的九遍了吗？念太快了吧？刚刚好的哦。糟了，心里光是想快点结束，好像多念了一次。这就是你啊？哪是我？OK， 各位把手伸出来，这个纸娃娃的部分也要用力的抓紧哦，就是大家都抓一边边。这样就可以了。是的，然后用指尖用力抓紧不放。大家一起用力拉，这样咒语就完成了。准备，辛苦了大家。然后把这块纸放入学生证或者是月票里之类的都可以，只要一直保存下去，要一直保存下去哦。只要拿到这个，大家就可以永远地一直地联系在一起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咒语哦。嘿，挺好的嘛，这个超棒的，我得好好保管这张纸片的。藤崎同学，谢谢你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我会把这个当作宝物的，世世代代流传下去。当作宝物。And then， 我们大家一定会再见面的，大家也是。好了，那么各位准备回去喽。是的。哦。哎呦，有。哎。地震。呀！难道喂？那我也有。噔噔噔噔，打四大天王的音乐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。干嘛的喽？我好像在看动画哦。みんな落ち着いて、机で頭を守りなさい。早く。地板颤抖了，十三地鼠，大家小心！爆！啊！哪里搞的？好辛苦，好辛苦！小弟，どこだ？感觉是直播组有点怪怪的，翻译组。OK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究竟？
发生了什么事？点点点。哎呦！痛！哈西嘎，腿叫做哈西嘎。哈西嘎，呼，虽然能走动，不过扭伤了。啊嘞，这里是哪里？哪里？不是在家里？不会吧？谁？哦，太黑了，都看不清楚四周。这里是学校，还在打雷。这是停电，怎么回事？这里是哪里啊？OK， 今天的实况就差不多拍到这里了。然后，如果你喜欢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在左下角有个喜欢，在左上角有个订阅，随时订阅我们影片频道，随时跟踪我们影片动态。然后下方的广告，如果你很支持我们的话，不妨点一下下方的广告。天神小学究竟会怎么样呢？究竟会怎么样呢？我们下一个 episode 再见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我是阿神 Cookie， 我是阿谦 Coco See you guys。